我把咱们家那个老房子办个日租房搁到网上了，面向谁租啊？我面向全世界喝犄角旮旯。妈不是跟你吹呀、啊，老火了。今天妈呀还迎来两位外国客人呢。你爸呀好着呢，咱俩退休以后啊就觉得越活越年轻了。行了儿子，妈不跟你视频了啊，有事儿威我。嗯，志敏呐、啊，李志敏，干啥呢？你不让我学外语的吗？整两句，我检查检查。啊，嗯。A B C D E F G。停。哎，我让你背字母了吗？下面是哈喽啊，我就哈喽这句有用。啊、你呀，不用紧张，把这句背熟，待会儿客人就到了啊。你俩外国人叫啥名来着？赛脸毛克。我这太地道了，我去取快递啊。哎，快点背。哎呦，还是咱国内的地图准，这一下啊就找着了。Hello，Hello 啊 ，Hello，Hello， 我们是住店的，提前预定好了。不对吧？啊，我家今儿个订的是俩外国人呢。对呀，我们俩呀就是从外国回来的。我只有内姆。My name is Selina。Maker。妈呀，还真是赛脸和毛克来的。你才赛脸呢。你会俺们中国话呀？嗨，我们俩呀就是地道的沈阳人。沈阳人呐、啊？嗯呐。哎呀，老乡啊，快请进，快请进。来来来，那什么，我给你介绍一下子 啊。你看这旮旯呢，它是厨房。那旮旯呢是卫生间，新添这个彩电它是 LED 的，卫生间里面智能马桶整个浪都是配套的。你有微信吗？有，来加上联系方便。我扫你来。耶，妥了 ，OK。呀，大老远回来的哈、你们歇着，有事就威我啊。好，大哥呀，您先忙着，我们呢抽空再见。哎呀，不行。怎么了？那啥。别动，这是什么玩意儿？戏服啊。这是演哪出啊？这是威虎山啊。那你演谁？杨子荣啊。哎呀老哥，我也演过那杨子荣啊。妈呀，不是，就你还演过杨子荣呢？你看看我像不像杨子荣？像。那我像你像潘长江演过的那个小将。人不可貌相，知道吗？啊，我给你唱两句，你来来来，你唱两句。唱两句。穿林海，跨雪等地灯，小孩，别别别别，你这没完了。那不登场，老板啊。我真找到家的感觉了。是啊，从现在起这就是你们的家了呀。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宾至如归吗？哎呦、啊、那可太好了。哎呀真好。 No 啊 No 哪 No 了、我是说呀，如果要是我们的家就应该、等着啊，看见没、这搁哪儿整的这是啊？看哎呀，那你这也闹，你看看他是不是这样的。哎呦，意思不意思、哎、老爸，你看我要是在这么一坐，你看我
爽不爽？爽爽，看把你美的。老哥，啊，有酒吗？啊，烧刀子。我就愿意喝烧刀子。三林呐，啊，花生米。来来来，烧刀子。哎，老哥呀，啊，哎，花生米就酒是越喝越有。你们俩呀，先喝着，我到厨房看看，啊，再给你们俩弄俩菜。冰箱里啥都有。好，来，老哥呀。我不瞒你说，哎，我这出国我后老悔了，喝不着烧刀子后悔了吧？我就不该出国。在国外要想听句东北话，那我得坐一个小时的飞机到另外一个州去听去。妈呀，你听句东北话的成本太高了。老哥，不叫你说，你说咱这东北话多有特点呢，啊？啊，这国外人咋就不会说呢？想听东北话？讲啊！这嘎达是小鼻子他爹老鼻子了。我就愿意听这歌。老哥呀，哎，那你说咱小时候，哎，谁没卡过那马路牙子？对，门牙卡掉了，半拉盖卡秃了皮了，回到家里，我爸那给我骂呀，站，我站，跑哪嘚瑟去了？你看看你这个小脸。左一道右一道混化混的浑身上下泥滚千秋埋了八胎的你磕碜不磕碜你啊一天天的五迷三道阳了二正火草的叫你搞家学习你就无鸡六兽把家啄了个皮了片的一出门你就泼马张嘴嘚瑟起来没点没样叫你这样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蹲芭蕾的料你信不信我削你哎呀老哥你骂的我太舒服了你见皮子了你跟我爸一样哎我爸跟你一样那不还一样吗不是那什么我你说的话和我爸说的话一样你这个人说话太费劲了坐这、啊、来哎呀我说啊你刚才唱了两句还真挺有味儿的我以前是围队的你是哪个队的就是在北市场围队的吗你是北市场吗一对的嗯呢我们家就在北市场那旮旯住吗咱家也来北市场那住啊是啊哎啊这会儿回去看看去哎呀不去了怎的呢北市场那个地方给我留下了终身的遗憾用啥呀哎呀我有个女学生嗯是我初恋情人他家就在北市场那旮旯住，当时在北市场他老有名了啊，不但人长得好，嗓子还好，他叫余秋萍，谁？余秋萍，那余秋萍是你初恋的情人？你也认识？我是听说过这个人儿、啊，你看看啊。你说的是不是这个余秋萍啊我看看哎呀就是他哎呀哎呀想当初我是手把手一口一口的一对一的教他呀我是成宿隔夜的给他排戏当时我们正是青春年少青梅竹马郎才女貌日久天长了我们俩你明白了吧啊我是太明白了哎呀哎，那个啥，你们从那以后就没啥联系了？没了。这也好，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我想，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来，我把他微信给你。好啊。发了。哎，你怎么有他微信的？他是我媳妇儿。他。他是你什么余秋萍是我媳妇儿那你叫李志敏呢老师手机微信可真发
方便。不过有些人我也不认识他，他就胡加我，真有意思。快回来了，老家伙，谁呀？又喝上了。客人，你看看认不认识？什么客人不认识？你好好看，好好看看，我也不认识你，怎么就扯别的呢？你行，这会儿我让你好好认识他。来，穿上，戴上余秋萍，好好看看他是谁。认出来了，他是余秋萍啊！完了，情人还见面呢。哎呀，哎呀，你不出国了吗？啊，是。你啥时候回来的？哎呀妈呀！这不刚回来就住在你这个出租房了吗？啊，什么？跟我联系那个赛莲就是你？哎呀妈，赛莲，你可真赛莲！这人可老赛莲了。他刚才说了，他是你老师，你那个戏都是他教出来的。他是谁老师？他是管道具的。哎，我也上过台吧？对，上过台。嗯，有一回小鹿酱拉肚子了，让你替一场，结果你一上场一紧张，把所有的词儿全给忘了。我下台不就想起来了吗？你行了吗？你还那个样，你瞅你。哎，老爷，哎，他还说了，你俩是初恋的情人。去，别瞎说。那个时候，我们俩青春年少，青梅竹马，郎才女貌，没白天没黑夜的谈呀。时间久了，我们就你明白吧？我明白什么？谁是你初恋情人呢？你咋跟他瞎掰扯呀？啊！我不搁门缝里给你塞过一封信吗？啊，那封信是你塞的？你看了没看？扔了，烦人。我明白了，我这是单相思啊，我这是。看到没？他暗恋我，跟我有啥关系？小心眼儿你。还我小心眼儿？毛克，我跟你说。你暗恋他，他暗恋的是我。就李志敏这个头，这形象，这气质，能让那么好的余秋萍掉到你那个狼圈里去？哎呦，这么说是我掉他那狼圈里了呗？快来快来，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来。哎。这是我老伴赛琳娜，赛琳娜，欢迎你。这就是我常跟你说那个余秋萍。哎呦，老姐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迈克尔经常提起你，是吗？欢迎你们回来旅游啊！旅啥游啊？这次回来呀，我们就不走了啊！这么多年呢，我们在国外真的是非常孤独，只有回到家才能找到幸福的感觉呀！这就叫落叶归根呐！好，欢迎你回家。好，那什么，你们俩好好歇着，明天我跟老伴领着你们搁沈阳各地转一转。对，好。老年剧社等着我们排练去，咱先去那儿，晚上再聊啊。好，你们先去吧，快去吧。哎呀，老李，这服装里整这玩意儿干啥？你不是，你一天。哎呦。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呀，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21。这么说，你还想着跳皮筋儿？试试呗，试试就试试。老李，啊，来，帮咱撑着。来，彩铃开始吗？好，预备，开始。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